嘿呦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杰米，不是吉米，我是杰米。之前我们在烽火戏诸侯的时候有说过，平王东迁以后，因为周平王有弑父的嫌疑，导致周氏威望衰落，对这天下共主已经不放在眼里了。各诸侯国开始互相的攻伐吞并啊，诸侯国开始相继的称霸，开始了著名的春秋五霸的时期。不过春秋五霸到底有哪五霸呢？一说是有齐桓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，那还有第二说是说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跟越王勾践，其中齐桓公跟晋文公是毋庸置疑的霸主啦。虽然我比较喜欢第一个的是齐、秦、宋、相楚，不过吴王阖闾跟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也是很熟知的，而且有上过电视剧嘛，那其中发奋史也是很精彩，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。那说到春秋五霸呢，大家公认第一霸就是齐桓公，也就是他定义了什么叫做天下霸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天下第一霸齐桓公。齐桓公姜姓齐氏名小白，是姜子牙的后代。小白这名字听起来也是蛮可爱，是不是他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的？在公元前686年，齐襄公手下大将连称发动兵变，最后齐襄公就被杀了，他就GG登出了。那连称立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即位为齐王。那公元前685年，大臣雍丙杀了公孙无知跟连称，因为宋襄公被杀了以后，其子齐季已经逃亡楚国，没有继承权的人为齐襄公的两个弟弟，那一个是叫做公子纠，那另外是叫公子小白。那公子小白就是后面我们说的齐桓公这样子。那因为襄公在位的时候啊，齐襄公荒淫无道，昏庸无能，那公子纠的老师管仲一起逃到鲁国避难，公子小白与老师鲍叔牙逃到莒国。当两位公子听到公孙无知已经登出的时候，便展开一场竞赛，当时大家都知道谁先回到齐国谁就是新的齐王嘛。于是双方开始筹谋如何回到齐国。那因为公子小白在莒国离齐国比较近，所以管仲就建议公子纠派一队人马先去截堵公子小白。公子纠认同他的建议，并且派非常信任的管仲去截堵小白。那管仲果然在回齐国路上发现了小白，于是管仲立马拿出弓箭蓄力朝桓公一发射去，咻，一箭命中桓公，不过很幸运的只射中了桓公的腰带的带钩，桓公马上心生一计，假装被射中要害，咬舌自尽，哦不，他是咬破舌头喷出大量的鲜血，让自己很像真的是勾带，并数部众人假装嚎啕大哭，让刺客以为他真的就已经GG 了。那管仲见状以为桓公真的 GG 已经登出了，所以他就回去禀报公子纠。于是公子纠就胜券在握，而且在鲁国的护送之下，一路游山玩水，花了六天的时间才回到齐国境内。可惜的是，当初管仲并没有真的让桓公 GG，他只是装死。那桓公看到刺客撤退以后呢，于是就敬业奸臣的回到齐国，并在大臣的拥立下当上了齐王。齐桓公上位以后马上发兵鲁国，并胁迫鲁国处理掉公子纠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想处理掉公子纠，因为是兄弟嘛，那最后就请鲁国自己处理掉，所以公子纠就GG的登出了。那齐桓公也很想报管仲的一箭之仇啊，恨不得马上把他干掉啊。桓公也是性情中人啊，但是鲍叔牙马上跳出来说没赛没赛没赛，出来马上为管仲讲话。鲍叔牙跟管仲是至交嘛，深知管仲的能力，于是对桓公说，虽然我也很厉害啦，强大齐国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如果你要称霸全世界，那就非管仲不可啦。鲍叔牙他是他老师嘛，所以他也对他了解，于是就听从他的建议。桓公就想说，那我就去把他请回齐国好了，但是鲍叔牙跟他说，不行不行，你这样你会马上被杀掉。接着呢，就是桓公就跟鲁国说，齁，我跟公子就是亲兄弟了，我下不了手，你赶紧出力啦，齁。那接着又说，但是呢管仲齁，务必要押回我的齐国，我要亲自报仇啦，要不要出力掉。哇，看不掉，准备给他千刀万剐，齁。那于是呢，鲁国就把公子就给干掉了，那也派兵把管仲送回齐国。那管仲回到齐国之后，迎接他是至交好友，
就是鲍叔牙与齐桓公。鲍叔牙亲自将管仲放下囚车，然后松绑。那齐桓公亲自迎接管仲，并隆重的请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。为了表示对管仲的信任与重视，也称管仲为仲父。管仲担任宰相以后啊，齐桓公就请教管仲治国的方略嘛。啊，那君臣两个人就大谈了三天三夜，废寝忘食。接着呢，管仲就大张阔斧的在齐国进行改革，于是先进行了市民分业，将人民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个行业，这样子让市民各自在自己规划的区域居住，那以达到子承父业，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。但是后面也引发一些问题了。接着让土地可以进行买卖嘛，农民有自己的土地耕种就会更加的努力，也分别对土地的大小进行税收，毕竟大的一定产量比较多嘛。再来就是说产量越多的话，那国家越稳定，然后也国力也变得更强，毕竟打仗打就是后勤嘛，粮食就是后勤的其中一大项嘛。那再来如果直接贸然的跟人民征税的话，那可能会激起民变嘛，所以大搞商业活动。而且齐国位处靠海，盛产盐铁，只要让这些产业只有国家可以经营，在贩售里加税，人民就不会有感觉了嘛，对不对？国家也可以变得更富有。那这项改革影响后世很深啊，各朝代还增加了像丝绸专卖啊、茶叶专卖、酒专卖，都有国家专卖。像我们现在不是有专卖局嘛，烟酒专卖。在以前古代，这个私营的话可是要砍头的啊。当然管仲针对政治、法律、军事都有改革，就不一一赘述。那经过管仲一系列的改革，齐国国力迅速的提高，就变成国富兵强啦。在齐桓公刚继位的时候，因为鲁国当时有帮助公子纠进行齐王争夺战嘛，齐桓公刚继位就打败过鲁国一次的，但是齐桓公一直怀恨在心呢，就一直在想找鲁国大干一架。但是管仲劝阻桓公说：“哎，不要没理由就找人家干架，出师无名啊。”但是桓公就不听劝嘛，于是就在齐桓公第二年的时候，就举全国之兵攻打鲁国，在长勺与鲁国大干一场。然后被鲁国的大夫叫曹刿给打败了。这件事在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叫长勺之战。此后桓公就更加信任管仲，应该被打傻了吧，也没有打傻，打聪明了。在齐桓公上任五年的时候，经过管仲一系列改革之后啊，齐国国力渐渐强盛嘛，那齐桓公就想一雪前耻，想再找鲁国打一架。这次鲁国就被齐桓公给打败了，鲁庄公就也认怂，割地求和。于是齐鲁在科地进行会盟，就叫科地会盟。这时候有一位叫做曹沫的人，有一说是曹沫跟曹刿是同一人啊，拿着匕首顶着齐桓公，哇，这是难上加难，要求齐桓公把侵占鲁国的地都给吐出来。因为受到胁迫啊，齐桓公就啊认怂啊，就给他嘛，到时候再反悔。那曹沫随即就丢掉匕首嘛，这时候桓公就不忍了，就大发雷霆说：“我不想归还土地了啦，而且我要杀掉曹沫，赶快写老子，气死我了。”这时候管仲就说话了：“哎呀，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，不要因小失大，好不好？”齐桓公在三秒的深思熟虑之下呢，齐桓公还是归还了鲁地。这件事就被天下传颂，很多诸侯国开始归附齐国啊，并传颂齐桓公为信义之君。这些诸侯也是很会拍马屁啊，哈。在齐国国力日渐强盛之下嘛，于是管仲对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思维啊。因为前面有提到嘛，平王东迁以后，周室的衰微嘛，天下诸侯都不帮周天子一回事嘛，那礼崩乐坏，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，篡位自立，天下大乱，没有人可以主持这个大局嘛。那我们可以尊奉周王，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，那并且大家都是华夏圈的人嘛，那如果被夷狄入侵，我们应该号召诸侯互相帮忙，而不是落井下石嘛，抵御夷狄的入侵，这就是尊王攘夷嘛。那齐桓公一听，眼睛马上大亮，好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过这应该怎么做？他是放错重点。那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先树立周天子的威望嘛，尊奉周天子，我们要做天下的第一个表率嘛。于是齐桓公去觐见周天子，并照西周觐见天子的礼仪觐见周天子嘛，天子就受宠若惊，赶快被海给其他国家发现这个齐桓公这个戏演得很好，所以也比较尊重周天子啦，给他拍拍手哈。那于是在公元前682年的时候，宋闵公遭乱臣杀害嘛，于是齐桓公就在公元前681年在北信召集宋、陈、蔡、朱等四国进行思想教育，并且主持如何帮宋国平乱的会盟。于是齐桓公与周王代表丹伯联合陈、曹攻打宋国，并且于公元前680年召集宋、魏、郑、丹再次征地会盟，
隔年又与宋、陈、魏、郑再次会盟，重申自己霸主的地位。会盟上，齐桓公正式被尊称为霸主，以号令天下。哦，会盟这么多次不累哦？哦，我念着都累了。所以齁，哦，尊王攘夷就是打到怕为止啊，才可以当霸主嘛。公元前663年啊，三戎出兵攻打燕国嘛，燕庄公向齐国求助，于是齐桓公就找了管仲商议此事嘛。啊，因为中原大部分都是步兵或者是车兵嘛，那三戎多都是骑兵嘛，骑马打仗跟他们打很吃亏啊。于是管仲就说，燕国与三戎互相攻防已经三个月了啦，现在两方都打得疲惫不堪，我们先去帮燕国的话，第一个可以捡现成的便宜，第二如果燕国被灭，三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打我们嘛。那第三是，既然我们已经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，如果不去帮忙的话，哦，等于是失信于天下嘛，大家就知道你说假的。那现在出去帮燕国，不只可以打败三戎，还可以立威呢。于是齐桓公率兵就支援燕国，所到之处啊，那三戎真是望风而逃，那燕庄公也亲自出城相迎。本来齐桓公打算就此作罢，管仲却说，哦，我们应该趁此机会把三戎一锅给端了啦，剿灭了，才不会过没多久又卷土重来，劳民伤财，累不累？于是齐桓公听从管仲的建议，率兵继续追着三戎的屁股打。三戎以为中原人不会追来，因为通常都不会追嘛，于是放松戒备的撤退。结果齐桓公没多久就追到了三戎，三戎被打得溃不成军，抱头乱窜啊，跑向孤竹国求援。那桓公就顺便把孤竹国给灭了，因为这次战役啊，也顺手出了一个成语叫做老马识途。据说呢，齐桓公去攻打孤竹国的时候是春天嘛，那大军回师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，半年后了，所以在回齐国路上迷了路呢。那于是管仲就说，啊，老马可能比较认得走过我的路了，于是放了几匹老马随意走。哎呀，果不其然，还真的让他们找到回齐国的路了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北方冬天应该是下雪啊，这样能找到路啊，屌啊，鼻子很厉害。齐桓公把北方的三戎跟孤竹国灭了嘛，算是暂时解除了北方的隐患了。那齐桓公也把三戎跟孤竹国的地盘一并就送给了燕庄公，燕庄公非常感激齐桓公嘛，于是就一路护送齐桓公回到齐国，两人一路相谈甚欢，一个不小心送到了齐国的领地大概50里。齐桓公表示，啊，这样不符合周礼嘛，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得出国界，于是就把燕庄公所到之处又送给燕国，燕庄公大为感激，这件事又传遍了天下，再一次彰显了霸王的气度，也赢得各诸侯的信任跟尊重这位天下的霸主。燕国也为了感激齐桓公之所为嘛，也在这送的50里地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，以防齐国要回去。哦，不是，是为了感激齐桓公的大义啊，并此为此城命名为燕留城。